我都告诉你们黄老板，云景这地头上，帮着顾总的人多他妈去了，以后再敢闹事，弄死你！我就是想。 帮你做点好事儿，我怕你觉得晨晨会像我。我跟你们娘俩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 这本本诗集，翻啊翻啊，一分钟都不肯放下。哎，这下钓不着鱼，可有理由了。我看市集分心了呀。哎，小薇，趁着伟林去买水，咱俩好好聊聊。别帮着他劝我行吗？我很怕做这个手术的。怎么？ 怕伟林不要你了，已经不怕了。那你还怕啥？女人嘛，女人就是小事儿要放纵，大事儿得利索。哎，你是乳房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这个问题可不能放糊涂。哪有您说的这么恐怖呀？华叔叔不也是癌症吗？ 还不活得好好的？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能跟老人比呢？老人是多活一天就是赚一天，可你们不一样。哎，瞧你说的，你不知道那有多恐惧呀！一晚上起三回，不是上卫生间，是去到他床边看看他还有没有呼吸。哎呀，那老家伙，他睡觉不打呼噜，那有多瘆人啊！你不知道。 哎呦，这病啊，就是这样耗着耗着就不可救药了。有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到了不可救药才变乖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哎，买回来了。想跟伟林过日子吗？ 什么？过日子就是吃喝拉撒睡，这过日子再小心也难免又侧漏，所以啊，谁也别宠着谁。与其忍着恐惧装乖巧，还不如就挺着半拉乳房，他爱看不看，你说是不是？<笑>哎，伟林。 伟林，老花。
开办分院的申请已经批进来了。嗯，怎么样？行，还得说方校长啊，这个高瞻远瞩，神通广大，属下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你有病吗？我是说让你当分院院长的事考虑的。这事儿你别提啊。不是你说呀，我拿自己老婆都没招，我能干管理工作吗？沈宇他再懒再贪玩，没有耽误工作嘛，干起工作来魅力四射啊，这都知道。不是我说你这人，你自私不自私啊？要是你老婆这样，你难受不难受啊？原来都说好了要相夫教子，我已经镇压住自己一直化的冲动，回归主流。你看，他又偏离正轨了，为什么呢？你说这是找不着方向，还是根本就不想或者不愿意跟我在同一条轨道上呢？其实这事儿吧，我也想过，之所以会这样，我觉得还是我们之间缺乏爱情基础。正明，那你说我跟我老婆呢？你看得出爱情吗？哼，一走脾气就踹我出门，这就叫夫妻。赶出去了，不放心再找回来，一次脾气换回几个月的温柔，年复一年，乐此不疲。小同志，在长久的婚姻当中，爱情是不能靠画面感的，只能靠体会。多学着点啊！再见。完事儿到办公室了啊！你打那么飘忽，谁知道你什么套路啊？出来！哎，你跟你干干一起拍，你别光二乐啊！好乐。幸好咱们午饭快没血了。老师，老师上来啊！我还是要绿帽，绿萌女孩。啊，沈宇啊，你这打牌怎么老这么纠结呀？废话，配合是需要思考的，而非心有灵犀。哎，沈宇。嗯。凡凡呢？啊？哎，刚还在这儿呢，是吧？哎，凡凡，来，哎呀，我看，凡凡，谁呀？哎呦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你什么情况啊你？我来吧，你来。凡凡，妈妈让你在这儿待着，你干嘛一个人跑这儿来呀？啊，拉屎不知道叫妈妈呀？你对孩子吼什么吼啊？让你看没看啊？不是你对我吼什么呀？你玩什么呀？天天玩。这是。我问你什么不是故意的？我让你看孩子，我让你玩，我让你弄，啊！你看这什么？你谁让你打我？你啊！你过来，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哎呀，你们别打，打什么嘛？对不起，今天是我有点不太理智。行了，顾爷，今天这事儿错是小雨，太过分了，该打。爸，做父母的呀，不能偏袒孩子，是这话吧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两口子的事情还得两口子自己解决，爹妈呀是很难做到公平的，还得跟着添乱。饭前我跟老伴商量一下，这个凡凡呢也该上托儿所了，我们呢就回云井了，好久没回去了，再不回去家里都长毛了。小雨啊，想让别人搞懂你，你先搞懂自己，对不对？
我们为人妻为人母就要像个样子啊。啊，要死了，哎呀，烦都烦死了，作业太多了。姥姥，作业太多了。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怎么样，小薇有跟你联系吗？你知道他脾气啊，说是谁都不许陪，肯定不到出院不打电话。谢谢你啊。应该的。走了啊。伟林，玉祥，你爸的事儿为什么没告诉我们啊？他生前有嘱托过的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，他走得很平静啊。我们也有了心理准备。终究还是要告知到沈宇和他爸妈的，至少还是老邻居嘛。如果你不想打扰到他们，我替你说。谢谢。怎么没跟顾小薇一块儿啊？他出了长差，我替他看家。柏拉图说过，获致幸福的不二法门是珍视拥有的，遗忘掉不再有的。什么？跟他好，就放心去好，没人会责备你们。我明白，只要他肯，我会陪他终身。你好吗，小薇？老朱，有些事情我需要托付给你。我做这个决定的勇气来之不易，所以你别说话，别提问，也别打断，让我一气儿把话说完。你说。我决定把我的公司转让给华伟林。律师做协议的时间需要两个月，在这期间，麻烦你帮我替晨晨找一所很好的学校，要贵的。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。还有，我已经跟锦绣花园那边打过电话了，之前租的那套公寓正好还空着，你先帮我把它租下来，家具环境什么到时候我再要求他们。剩下的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谁也不让赔。
回来了啊。嘣，小乌龟出现的。对呀、啊。亲你一下。酸菜豆腐在锅里水也加好了，直接点火就行。姑娘，你去哪？你不跟小乌龟玩了啊？凡凡，凡凡，凡凡，魏明，啊，怎么和解吧？所有莫名其妙的状态背后，都是无法言说的心情。对女人宽容一点呗。沈宇，如果这次同学会你要是没碰到华伟林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华伟林戳你的软肋，你难受，我理解。而且我不该懂你懂错，对不起，我向你道个歉。可是吧，你说这种难受是一种很内在化的，别人没有办法帮你调试，只能靠自己。可如果你自己都无法调试的话，那戳的就是我的软肋。好吧。你先休息吧。新宫那边的站点还要换设备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后天再去吧。明天你陪陪我。换设备得好一阵子呢，晚一天也无所谓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是很久没有打篮球了，手有点痒。别闹了，是大病初愈呢。放心吧，我住院半个月，又休养了一个半月，我现在身体壮着呢。不许说不。久不打了哈，手还不算太潮啊。你说我小时候算不算就是英姿飒爽？现在也雄风犹在啊。哼，啊，越来越会说话了嘛。有一回跟二中篮球比赛，一堆男生为我摇旗助威。可是你呢，就这么走过去了，看都没有看一眼。就在那儿，我看到了从那个方向，在一堆男生的身后，唰，就这样走过去了。奶奶的，这么牛，
正是本宫的菜。你当时真的这么想啊？语言是时髦了一点，但是差不多就这意思吧。真牛！啊！这讨厌啊！跟晨晨说了吗？转学的事情。我想了两个月了，我改主意了。你跟晨晨走吧，我就不走了。妈，我要离开，是觉得梦该结束了。可我的梦只做了一半儿。我要守在这儿，守在这儿等着你爸爸回来，把我叫醒。先生吧，是，我是顾总的委托律师。哦，我接好短信就赶回来了，他人呢？他委托我把公司的转让协议书交给你，签字后你就是公司的所有人了。哦，还有一封信，说是看后你懂的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12年的爱情长跑该结束了。他即将修成正果，可我却害怕修成正果之后就不再有了美感。是的，即便过去有再多不堪，记忆里也都是美好的，因为那就是一场梦。醒了，走进现实了，我的残缺就会一览无余地被暴露。我不是维纳斯，我不相信残缺美，所以只能逃走。亲爱的，请你接受我的决定。我想让这家公司承载我对你所有的希望。老朱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回省城这么长时间也不露面，像话吗？
这不还没到时候吗？再容我一段。不怕装我的女人。最近怎么样？事业上的？奥运很振奋，国际金融危机很吓人，房地产走向，接下来该怎么走？迷雾重重，企业该攻该守，难以决策。老朱，给你提个意见。市场就是女人，捉摸不定。投资就是爱情，有人欢喜有人悲。决策就是结婚。什么鬼建议？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哎。晨晨，晚餐去哪儿？说话。非常感谢各位在买不到往返火车票、心系奥运的同时，还有心情来听我的暑期非学分课程。谢谢大家，下课吧。谢谢啊。哎，沈宇。哎，校长。教学交流的事儿考虑好了没有啊？我从来没有给在职教师讲过课，不太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讲堂上谁能够吓得到你？哼，暑期课人都乌泱乌泱，派你出征也是想给师大撑个面子。北明，暑期了，他不让我在家相夫教子，是不是有点过呀？啊，是。我觉得皇上做事情还是有深意的。你看啊，你这次参加这个暑期的教学交流，啊，替我校扬了威。回来之后，提讲师谁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对吗？再说也没有把你往远了发，云景师专，你的老家，一天一节交流课，剩下的时间都陪陪父母。啊，要是舍不得孩子啊，就一起带过去。这老了，老爷巴不得了啊。你们俩是不是合起伙来想把我支出去啊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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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陈宇，左手拿叉，右手拿刀，趁我不在的时候又放松要求。妈，你好烦呐。陪你的美女妈妈吃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。是你求我陪你吃的好不好？等你以后陪其他美女吃饭的时候，献血礼仪可就来不及了。女人又敏感又不讲理，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能导致 game over， 信吗？顾小薇，沈宇，这么巧啊！晨晨，叫阿姨。阿姨，哎呦，晨晨长那么大了，太快了。要不坐下来一起聊聊？哦，我约了同事，要不改天？走了，晨晨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就你跟晨晨啊？
跟晨晨离开云锦快一年了，就因为怕永残君面对他，所以你躲了，离开了，傻不傻呀？这样我存在他心里的形象，永远是完整的，不好吗？够狠！你指哪方面？离开，还是怕完美存在他心里？医生怎么说？还好，手术做得干净，乳房也可以修复，但我不想造假。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货呀？啊，我该怎么评价你啊？干要干得漂亮，退要退得干净，我从来就是这风格，不对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求你原谅了，同学会摆你一道，有这么个病态原因，就没有那么可恨了，是吧？吃个饭都能撞见，难保以后不会见面。既然你把公司留给了华伟林，那就再留点念想呗。万一想回头也回得去。是顾小薇吧？啊，你的快递。谢谢。剩的还给我，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，说我在做期货，用得着。我愿他安好，他就还本带息。他，你说我该是骂娘呢，还是骂娘呢？帮不帮一个？什么姥姥没了？宝贝，哎呀，真可爱啊！撸两个呀，撸两个呀，给老爷一个好不好？哎呦，给来一个！哎呦，宝妈，慧明回来了。不是，二老来也不说一声，我去接你们。我这不是要教学交流吗？学校发了奥运会套票，我说别浪费啊，让爸妈带着他去呗。不是，那个教学交流你去了？刚才方校长还跟我挠头呢。你师大培养了我，我能一点贡献都不讲啊？真是说的，爸妈，那个吃饭吗？还没呢。哎，待会儿咱们就吃饭去了，我把行李拎到屋里。哎呀，我们来吧，我们自己坐吧。野百合也有春天，配角也有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我烦了，我累了，我不干了。我怎么感觉沈野他有点故意的呢？他故意让咱俩累得实在不行了，陪不了了。别逗了，他爸妈去北京了，
再没咱俩陪着，那他不就落单了吗？落单？你是说他落了单，他的行踪就不在别人的视线范围之内了？拿阴谋论去猜测朋友，这个不道德。猜测？你看啊，沈宇他来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，连华伟林三个字儿他都没有提过呀、哎。他们反目成仇了吗？没有啊。至于都到地头上了，连个礼节性的照面他都不打一下子，这也太刻意了吧。一会儿啊，咱俩就说咱俩没时间作陪了，我保证他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嗯嗯。干嘛呢你们？搞啊，练什么啊？沈宇，我们俩其实这几天还有好多工作，一直都压着没做完。工作是吧？啊，那您忙去吧，工作重要啊。啊，行，那你看。哎呀，都自己家里人，你客气什么呀？早说嘛！那接下来我就单独行动了啊！啊，您甭陪我了。行行行，嗯，你注意安全啊！哎，放心吧。别慌。早说嘛，有事你们忙去吧。拜拜。哎哎，拜拜啊！拜拜拜拜。啊，谢谢。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样？